我们开始上课了。关于人参呢，前面介绍了它大补元气和补脏腑之气方面的一些功效和应用。那么我们谈到了，在我们这个教科书上呢，提到了这个人参能够补肾气啊，这是过去呢没有明确提出来的。因为人参在古今很多治疗肾气虚，而且肾气虚兼有肾气不固的方当中用了是有效的，不能仅仅的认为人参是通过补后天，也就是说补脾胃之气来充养三先天，这个仅仅是一个方面，对于人参来讲呢应该是一个次要的方面。而且在人参在临床上历来还作为一个治疗这个阳痿的一个药啊，在当代的临床上呢单用对这个老年性的这个功能性的这个阳痿那么有明显的效果。而且儿童如果过多的使用了人参的制剂，那么造成这个性早熟。从这一方面来说呢，有人就提出这个人参还应该有这个温肾阳的作用。其实这个温肾阳和补肾气呢应该说是差异不大，是同一类的作用啊。因为这个人参本身温性不是很强，那么如果是用参晒参呢还没有明显的温性，所以我们就说它是一个这个补肾气啊，而没有提到这个温肾阳。但是也是有的这个中药书上呢，那么认为人参治疗这个阳痿呢也是益气壮阳啊，好像也是通过它补气的作用而间接地收到了壮阳，也就是兴奋性功能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都没有认为它对肾气肾阳是一种直接的补益作用啊。那么我们这样子提出它补肾气呢，主要是认为人参不但是一个间接的，不但是通过这个养后天，更主要的是直接作用在肾啊，所以肯定了这么一个功效。而且在归经里面也加入了肾经啊，这是和现有的一些中药书上呢提法不太一致的地方啊。这是第二组功效。那么人参的第三个功效生津啊，生津在古代本草文献当中啊，一些临床医家的经验就说人参是七分属阳三分属阴，那么主要就是讲的人参在生津方面的特殊性。那么人参它本身是一个补气的药，而且是一个温补的药啊，偏于温补，所以认为呢它治疗这个津伤口咳呢主要是益气生津啊。那么这个是个阳生阴脏啊，这个尤其是脾胃的这个气机健旺了，那么这个阴津容易生成，对人参来讲这个确实的。但是人参除了益气生津这样一个间接的效果以外，又直接有一定的生津止咳的效果啊，所以这个三分属阴就说它直接有生津止咳的效果。那么这个七分属阳呢就说它主要是通过补气间接的达到生津的效果，也就是称为益气生津的药。其实对于人参来说这两点都是并存的，所以人参在临床上使用它的生津这个功效的时候，主要是用于气津两伤的这个口咳多饮啊，既有气虚又有这个阴津亏耗。那么这个在热病当中，比如说气分热盛，首先有高热有汗出啊，这些伤津，汗出也伤津，所以出现了口咳。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气水津耗实际上是一个气津两伤的啊，而且热血未尽，所以常常就和这个清热泻火的药配伍在一起使用。比如说热血比较盛的，那么人参加在白虎汤当中使用，这个有这个益气生津又有直接生津的效果。那么热血比较轻一点的，比如说竹叶石膏汤
那么它也是和竹叶、石膏这类清热泻火药一起，在温热病当中啊，是一个比较常用的啊，尤其是气经两伤的情况下，和这个清血热邪的药物配伍。另外，在这个消渴病啊，主要是指的糖尿病。那么根据中医的理论呢，它主要在脾胃、肾和肺这个三脏啊，涉及了上中下三焦。但是呢，这些脏腑之间不是孤立的，往往相互影响，只不过是其中某一个脏腑它的临床见证为核心，更加主要一些。但往往呢是多脏腑的啊，这个消渴病。那么它的基本的病因呢是气阴两伤或者气经两伤，所以这个人参也是治疗消渴很常用的啊。那么根据这个在中焦脾胃、在下焦肾和在上焦肺的这个不同，那么分别配伍一些有针对性的药物。那么今后这个在中医内科学里面那个消渴病当中呢会详细的介绍。反正我们这里初步的了解，那么人参这个生津既能益气生津，又略有直接生津止咳的这种功效，热病的气经两伤和消渴当中属于气经两伤，都是使用非常普遍啊，有良好治疗效果的一个药物。另外这个第四一个功效呢，我们谈到了人参能够安神益智。那么人参首先它是一个宁心安神的药，它可以用于心神不安，但它更是一个补虚药，尤其是补气的。所以人参在临床上呢主要是治疗心气虚而心神不安的啊，这个心悸失眠啊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患者。但是根据气血相生的关系，那么这个人参能够补脾肺之气，脾肺之气健旺呢，那云血也容易心生，所以这个心血虚、心神失养而出现的这个失眠、心悸这一类心神不宁症，人参也可以使用。所以我们今后学的这个天王补心丹啊、养心汤这一类里面用人参，那么主要是治疗这个气血虚的这个心神不宁。但是临床上发现呢，对于一些阴虚火旺或者没有正气亏虚而是热邪内扰，那么人参使用了以后呢，不但这个失眠不能改善，有的更加心烦不安，入睡更加困难，那么就不对症。因为它本身人参它是偏于这个温养气的啊，或者说温养阳气的一个药物。现代研究呢，它对中枢神经是双向性的啊。这个双向性呢，不但表现在这个用量的大小，更主要的表现在这个机体的这个生理病理的状态啊。所以有的患者用了人参，那么治疗这个失眠这一类的症状，那么效果良好啊。有的患者呢，不但不能减轻，反而加重了这个入睡的困难。人参的安神作用，那么主要适用于这个心气虚或者心血虚所引起的这个失眠、心悸这一类的心神不宁的患者。那么对于阴虚火旺或者说热邪扰心而导致的心神不宁呢，它并不是完全的相宜，所以在临床使用的时候要注意。那么人参作为一个安神的药，可能它的特殊性不是很明显。最重要的呢是功效里面的后两个字是一般安神药所没有的，就是一致啊，一致这两个字，就说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可以这个改善智力啊。这个也是这个神农本草经记载人参最主要的内容啊。那么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呢对人参的这个记载，就说人参能够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一致啊。这些文字呢主要的就是谈的它的一个是安神的作用啊，比如说安精神、定魂魄
紫荆记，更特殊的是后面强调了能够开心一致啊，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改善智力。那么对于这个功效呢，一般的安神药没有，就是我们前面学远志的时候强调了它能够如圣经，能够治疗智伤而死亡的这一类患者，在这种方剂里面呢比较多用，但往往是作为人参的一个辅助。所以我们举的什么孔圣枕冬丹、读书丸、补王散，这些里面呢人参都是主要的药。那么这个远志石菖蒲仅仅是作为人参的辅助啊，所以更重要的这个功效呢是人参的一个特殊性。但是对这个问题呢要正确的理解啊，不是什么人啊或者在正常的情况下越吃越聪明啊，那不可能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人参所谓的一致，那么根据临床的经验呢，首先是它能够消除疲劳啊，这种疲劳不但是包括了体力的疲劳、眼力的疲劳，就是视疲劳，更主要包括的是脑疲劳啊。那么这个人参这个消除疲劳，比如说体力的疲劳，其实李时珍就做过这个，而且用人体来做试验，当然这个比较粗糙啊，比较简单，这个可比性呢差一点。那么李时珍就选两个身体条件差不多的这个成人，一个用服用人参，一个不服用人参，然后让他们去这个比赛这个走路啊，去竞走。那么用了人参呢，这就觉得这个很长的时间呢，那个都是心平气和的，并不感觉怎么劳累。没有用人参的呢，明显的很早就出现这个气喘吁吁，实际上就是在用人参来对比用了不用，他们对这个体力疲劳啊，这个有没有差异性啊？其实他这个设计还是很科学的，只不过这个方法过于简单了一点。那么现在我们动物试验那十年人参抗疲劳，也不外乎就是这样的一些原理啊，什么小鼠的游泳的时间啦、啊、登轮的时间啦、啊，这是一样的啊，道理是一样的。那么尤其是这个在改善脑疲劳的啊，人参有明显的效果。那么有时候就是我们长期的用脑，没有注意休息啊，或者在工作当中呢，反复的、多次的重复同一个机械性的动作，都很容易造成这个脑疲劳。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工作效率就降低，思维就变得不那么敏捷啊，就比较迟钝一些。所以在这个半个世纪多以前，当时的苏联的一些药理学家就做过这方面的实验，比如说当时对一些这个打字员、发报员，那么随机的这种分组了以后，用一组是用人参的，一组不用人参的，那么这个没有用人参的，比如说在单位时间内，那么他们这个打字的速度就明显的要慢于用了人参的，而且这个食物力用了人参的就明显的低，没有用的，那么这个工作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打字或者发报，过去的发报呢主要就是通过一些密码啊，那个完全靠这个发报员的这种记忆，那就是要这个思维非常敏捷啊，动作也要非常敏捷，所以这个有差异。另外还有人呢就在国内也做过试验，就让这个穿针细从很小的针孔里面穿过，用了人参的能够增强准确性，提高这个单位时间内通过针孔的次数啊，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改善脑疲劳的。所以我们尤其是从事这个脑力劳动的，那么在脑疲劳的情况下呢，用一点人参，那么在这方面可能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可能是人参真治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另外呢，对一些儿童啊、青年，如果由于他的先天不足啊、精气
本身就亏耗，加上后天失养啊，那么这个气血不能充养心肾，那么在同年龄里面，他的智力发育呢比较迟缓啊，他的智商明显的低于同龄的儿童，那么是用一点人参的制剂呢，有利于他这个加快他这个智力的这个发展。对中老年人，因为各种原因造成了这个过早的出现很快的记忆力下降，这种健忘症发展很迅速，那么这个时候用人参的制剂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延缓这种智力记忆力的减退。那么是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人参表现出有增智的效果，这个就是说要正确的对待啊，它的这个功效是有效的，但是不能把它理解为这个在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比如说儿童他的智力发育是正常，这个成年人他那个智力的衰减也是属于一个自然规律完全正常的情况下，那么他都能够使这些人变得更加聪明，那个可能性是不大，甚至没有这种可能的啊！不然的话，人人都去吃人参，那么世界上的人都一个比一个更加聪明了啊！所以这个是不符合这个客观规律的啊！所以我的体会，这个一致啊，主要是在前面啊，前面就是改善老疲劳这方面，它比这个，比如说有的老疲劳了，喝一点浓茶、喝咖啡或者抽两支香烟，可能比这个效果好得多。另外呢，对于有些这个智力发育或者智力这个明显的衰退的，也是有一定的效果。所以现在治疗一些早老性痴呆里面用的药里面也有用人参的啊，那主要是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啊，它本身不应该智力这么低下啊，思维应当更敏捷一些，但是因为在病理的情况下他没有达到正常的水平，那么用了人参的制剂以后呢，在一定范围内改善他，让他能够接近比较正常的状态。这是关于我们在立版的教科书上都强调人参一致啊，不是一个普通的安神药啊，重点在一致。所以这个呢尤其是重要的一个内容。这是人参的基本功效和它相应的一些主治。另外我们在教科书的此外还谈了这个人参的扶正驱邪，说当邪气盛而正气亏虚，要呢这个既要用驱邪药，但是呢又容易进一步的耗伤正气，如果单纯的补气不利于驱邪，这种情况下呢，处理好这个扶正与驱邪的关系，采用这个扶正驱邪并用的治疗方法，这个是临床很常用的一种治疗方法。那么你所用的扶正的药最多的就是用的是人参啊，比如说这个体虚外感，尤其是气虚外感，尤其外感风寒，那么今后要学人参败毒散。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参是和发散风寒的羌活、独活啊这一类的药物，这个配伍在一起使用啊，还有荆芥防风。那么如果说这个温热病，里热直盛，而正气偏虚，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白虎汤里面加人参，或者竹叶石膏汤里面用了人参，那么也是一种扶正驱邪，这个驱的是热邪啊，温热邪气。如果说热结便秘啊，又有正气亏虚，那么在泻下的方药当中，比如说大承气汤当中加上人参或者当归，那就是今后要学的黄龙汤啊，也是一种扶正驱邪的一个用药的一种例子吧。那么书上都举了这样一些方，所以同学们呢也要简单的知道，在大量的扶正驱邪的攻补兼施的方当中，用于扶正的主要用的是人参。那么前面这些呢，就是教材上有关这个人参功用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另外这个人参在用法用量上也有一点特殊的内容，那么就是人参作为一气救脱，
那么一般要单用，而且要用优质的人参单煎，如果在服方当中呢要另煎，煎了以后呢和其他的药汤呢兑在一起这样服用，那主要就是充分的发挥人参一气救脱的功效。那么它不和其他的药物煎呢，是避免其他药物的药渣会对人参的有效成分呢也会吸附掉一部分，这样那么对这种名贵的药材呢那是不应当的。所以对一些这个人参在一些急重症当中使用的时候，这个用法啊适当的注意。另外在这个使用注意当中呢，它属于十八反的，一般不和藜芦配伍使用啊。当然现在一般不会，因为藜芦现在根本不主张内服，我们在书上没有收载，是一个毒性很强的药，所以这种可能性很小。但是从理论上来讲呢也是应当记住的。另外补充说明两点呢，就我们书上在这个341页这个参考资料的二和三啊。那么这个参考资料的二呢就是关于人参和五灵芝，历来呢属于19味的啊，属于这个配伍禁忌啊，要求不能同用的。但是古今呢五灵芝和人参同用的方很多，那么现代研究呢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毒副作用增强的这种有关的一些表现。所以这个药典那么从这个1977年就开始不在药典里面，没有规定了啊。那么以药典呢它是有这个法律的约束力的国家的法典，所以我们这个书上呢也就不再要求人参和五灵芝啊。所以从19味当中呢就把它也是一种淡化处理啊，不明确的提出来，当然也不说它不是啊，就是不是那么绝对的配伍禁忌了。另外呢就我们这个参考三啊资料的三，那么就说人参虽然是一个补虚作用很好的很常用的很重要的一个药物，但是也不能乱用。那么临床上呢过用人参造成不良反应甚至中毒而且中毒死亡的有发生，我们前面在讲毒性的时候已经举过这些例子，我们这里呢也举到了有这个成人每一次一次性的服用40克人参导致这个死亡啊。那天我也讲过这个广东地区那婴儿降生了以后因为喂服这个人参的水过量的产生严重中毒，也导致了有中毒死亡的这种报道啊。所以这个就是中药有没有毒性关键在用量，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另外呢在美国的这个疾病当中呢，在很多年前大概20多年前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病名叫做人参滥用综合征啊，这个就是长时期的啊不合理的使用人参，往往是一些这个正气不虚的人啊，有的时候2-3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每天都服用人参，那么最后导致了这个血压升高或者出现了失眠烦躁不安甚至出血水肿等等一系列的一些不良反应，那么把它叫做这个人参滥用综合征。所以这个是要注意啊，在没有这个明显的需要使用人参的这样一些虚衰的情况下，在健康的人群当中不应当乱用。另外呢前面提到的现在有一些儿童的一些用药里面用人参，那有的青少年那么长期的服用那造成了这个性早熟啊，所以现在也不主张在儿童的专用的一些药物当中使用，或者要使用那也要很严格，短时期的不能长期的使用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不良反应。所以那天讲大黄也说了这个人参杀人无过啊，那这些也是属于这个例子吧啊，也就是说它造成了不良反应，患者呢花了很多的钱浪费了不少啊，从经济上是一种浪费，但是往往可能他本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因为乱用了人参而导致的。这是关于人参的情况。下面我们介绍另外一个补气药西洋参。那么西洋参从植物来源上来说呢，
它也是属于五加科人参属的啊，和前面的三七人参啊，它们都是一个家畜里面的这个几兄弟啊，或者这三种药呢就是三兄弟。这个地上部分呢也是大同小异，地下部分呢也是从形状性状到一些气味以及内在的化学成分，那么都大同小异。因为这个西洋参呢最早的原产地不在中国，主要在北美洲，与美国和加拿大为主的，所以相对于比如刚才这个我们讲的人参产在日本的就叫东洋参，那么和这些相对而言呢就把这个品种呢叫做西洋参。西洋参和人参包括日本产的人参、东洋参，植物的品种不一样啊，它不是一同一种药。这个西洋参呢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呢，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啊或者港澳地区呢，喜欢把它叫做花旗参啊，也是它原产主要在美国，那么人们常常把美国那个新条旗称为花旗啊，所以也就是产在美国的一种特殊的参的意思，所以有这种名称。现在呢在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辽宁或者吉林以及北京的一些周边地区呢已经开始引种，而且这个产量还不少，所以现在市场上我们见到的西洋参呢有进口的啊，有美国或者这个加拿大进口的，但是更多的大量的都是我们引种以后国产的。这个学了人参以后呢，这个西洋参呢和人参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说西洋参在补气方面和人参是基本相似的，也就是说西洋参也可以补元气，它可以用于元气虚脱啊，这个梅西欲绝的啊，这样气息微弱啊，这样的一个重为的患者的时候作为急救药物。那么对于这个脏腑的气虚症呢，它也是作用在肺心肾脾啊这四脏，用于这个脾气虚、心气虚、肾气虚和这个肺气虚的患者，这个是大同小异的。那么不同的地方呢有两点，第一点呢从总体上来讲，西洋参的补气作用呢略于的差于人参，就力与人参相比呢稍逊啊，稍逊没有那么强，尤其是在益气救脱啊，在大补元气的方面一般是用人参的多，用西洋参的比较少，也就是说它这个作用呢相对于人参来说呢它的强度不太够啊，要弱一点。对于这个脏腑来说呢，尤其是一般的脾气虚，西洋参呢没有人参用的多啊。这个因为是从中医的理论，脾是喜温燥的，脾喜芳香，而西洋参呢是兼有苦寒性质的药，不为脾所喜，所以脾气虚用的比较少啊。但是肺气虚、心气虚甚至于肾气虚基本上都差不多的使用，也是力量呢稍稍弱一点啊。这个第一点呢就是两个字，力较弱啊，力弱，两者相比。但是西洋参也是一个补气作用相当强的，但是就和人参相比而言它显得稍差一点。那么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是更主要的，西洋参不但是一个补气药，同时还是一个补阴药啊。这个补阴药呢是我们以后要讲的典型的补阴药，典型的补阴药就是以寒热两分的，就是治疗虚热症的，就是清补药啊，说它既能补阴又能清热的啊。所以这个西洋参在功效里面它能够不但补这个肺心肾脾的气，而且能够养肺心肾脾的阴啊，它兼有相应的清热作用，所以更多的是用于比如说这个元气虚兼有这个阴虚的啊，就是说气阴两伤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它用在这个参梅散啊，如果出现的气阴两伤，梅冬养阴，这个西洋参呢补元气，
那么这个可能比用人参呢更适合一些。另外对于肺气虚又兼有肺阴虚而又有肺热的啊，这种燥热咳嗽啊，肺气虚又兼有燥热咳嗽的，不仅仅是这个声音低微气息微弱啊，比如说有这个口燥咽干痰比较粘稠啊，那么西洋参比人参更适合。那么心阴虚也是兼有心烦啊，热邪扰心啊，阴虚生内热，既有心阴耗伤又有心热内生啊，这种情况，那么这两种情况呢，那么西洋参都是比人参这个温补呢更好一些。所以这个西洋参和人参的主要区别，那么在张锡纯的《医学丛中参细录》当中呢，就有非常精辟的这种概括啊，非常准确。在这个张锡纯的《医学丛中参细录》当中呢，就说这个西洋参呢，其性凉而补，不但它是一个补气的药，但它的药性呢是偏于寒凉的。但我们书上说的是偏于苦寒，这个苦就是能够清泻啊，苦能清泻啊。这个西洋参呢，性凉而补，凡于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就是说凡是在临床上准备用人参，但是呢这个患者有不受人参之温补者，不接受或者不太适应啊，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以此就指的西洋参。那么也就是说西洋参和人参相比的时候呢，主要就是它的药性偏于寒凉的，所以对气虚而兼有热的或者兼有阴伤阴虚顺内热，它比人参更为适合。就这么这一点区别呢是最主要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西洋参学呢，就通过和人参的比较，这是主要的方面，它又有一点不同，在补气方面。另外在这个生津方面，当然我们前面讲这个人参是七分属阳三分属阴，那么西洋参呢，它既是补气药本身又是补阴药，那至少可能就是五五开啊，所以就不完，主要不是益气生津了，可能直接养阴生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效，所以它更适合这种气津两伤的口咳或者这个消咳啊，这个和它补气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至于这个安神增智啊这样的一些呢，回避了，到底西洋参能不能代替人参，或者能不能有人参的类似，现在这个证据还不充分，所以我们一般的书上对这个问题呢都避而不谈啊，值得进一步的观察进一步的研究啊。所以如果说要同学们比较人参和西洋参的时候呢，那么主要就在补气和这个生津这两个方面，那么抓住呢这个西洋参是一个气阴双补啊，它既是个补气药又是个补阴药，它的所以性能也不一样，都是这样来的啊，药性当中的寒性，药味当中的苦味啊，都来源于它是一个清补药啊，苦能清泻。这个呢我们今后学了典型的补阴药以后呢，这个认识还会加深，这里呢简单的初步的把它有一个印象。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西洋参属不属于十八反，在有的书上呢西洋参也列为十八反，就是诸参啊，诸参。那么我们认为呢，过去的这个口诀当中的诸参应该是神农本草经那个时候使用的诸参，在神农本草经使用的参只有五种参，人参啊、沙参、苦参、玄参、丹参啊，所以有的这个十八反的这国诀里面写的就是五参啊，就不是诸参啊，明确的就是限定在当时用的那样的与命名当中有参这样的五种药。那么这个西洋参呢，那么我们书上呢出处是真丁本草备药，这是后人在本草备药加的。本草备药呢是清初王昂编的一本书，后来呢有少量药物的补充，所以这个呢
最早使用就是在清代的初期啊，也就是300来年啊，所以这个它不属于这个《神农本草经》里面的参，所以我们认为它不应该轻易的，或者没有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也认为它是反藜芦的。当然，本身这个西洋参和藜芦同用可能性也是非常非常的小，几乎不可能。但是要加上把它作为十八反的内容呢，那也是要有科学性啊。那么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之前呢，所以我们这个教科书呢，没有在使用注意当中有这方面的要求，这个呢说明一下。所以西洋参和人参比较呢，相对就次要一些啊。另外一个要党参啊，党参，党参呢是前人，尤其是在山西地区，人参大量的采挖，森林的破坏，那么这个人参的资源，当时非常的这个匮乏的情况下，希望找到一个人参的代用品。这个呢，就是在产人参的同一个地区，山西的五台山啊，当时的潞州啊这一带，就是上党地区，发现了有类似于人参的某些功效的一个药物。那后来呢，把它命名叫做党参，有的把叫潞参或者潞党参，也就是山西的潞州，就是水字旁一个道路的潞啊，潞党参，党参。那么这个党参呢，和古书里面的上党人参是不同的药。古代文献当中的上党人参指的就是人参，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药，所以这个是后来从清代以后才开始使用的一个代用品。那么这个党参能不能代替人参？如果把这个问题解答了，那么党参的功效、主治和应用，那基本上也就掌握了啊。所以我们就围绕这个党参能不能代替人参，可以说在部分的功效和主治方面，党参可以代替啊，但是在很多方面代替不了。那么首先，党参没有补元气的作用，当然更不能大补元气，所以对元气虚脱，党参代替不了人参，因为党参本身就没有这方面的功效，不具备这方面的治疗作用，还不是一个用量的问题啊。所以有的人就那种很风趣的说，它本身没有这个功效，你就加大剂量，你把这个元气虚脱的患者就泡在这个党参水里面，元气虚脱也不会改善啊，就说明它没有这个功效。所以这一点呢是不可取代的啊。所以人参是由一气救脱的第一要药啊，这一点两个药不相同。那么在补脏腑之气方面，党参呢主要在补脾肺二之脏之气啊，那么对于心气不明显，肾气更不明显，所以我们书上对于另外两脏呢，党参也没有。所以功效里面第一个功效就是补脾肺气，就能够补脾胃之气和补肺气，所以对于脾气虚引起的这个脘腹胀满、食少、便溏、倦怠乏力，或者这个脾气虚而中气下陷，或者脾气虚而不能统摄这个云血而出现的出血症，脾不统血的出血症，这些呢党参都可以代替人参使用啊。对于肺气虚，那么出现的久咳虚喘啊，或者容易外感啊，或者这个胃表不固啊，出现了这种滞汗，这些也是可以用党参来代替。那么关键是要增大剂量，这个在清代或者在现代比较早的时间里面，这个都很有意义，因为当时的人参的资源不多，价格也比较昂贵，尤其是像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所实行的所谓的那种公费医疗制度，那么这个人参呢是属于自费的药品，除了在那种急救的情况下，一般的虚症这种比如说脾肺气虚，那么患者使用了，那么就说得自己付费，
那么党参呢，当时是全部是作为这个公费医疗，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下不要自己患者付费的。在那样的一些背景下呢，所以很多古代用人参来治疗这个一般的脾肺气虚的方当中呢，这个医生在临床上呢都是开的党参。但是到现在就是最近几年，这个意义已经不像当年那么明显。其原因呢是这个人参的药材非常丰富了，价格也很低廉啊。这主要是人参大量的人工栽培，而且人参有的时候生长期很短，市场上能够见到的很多可能就是三年生，最多就三年生，质量是比较差的。所以从这种人参，它的补脾肺之气的强度可能比党参也强不了多少，而且从价格来讲都是几十块钱就可以买一公斤，也没有价格上的优势了。所以在当代的临床上治疗一般的脾肺气虚症，还有没有必要一定要用党参去代替啊？这个就显得必要性不是很充分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临床医生比如说用四君子汤来治疗一般的这个脾气虚症，或者用补中益气汤治疗一般的中气下陷，就直接的就写人参啊，或者人参的某一种规格，比如红参或者参赛参等等这一类的这种处方。所以这个呢它可以带啊，只是在一般的脾肺气虚症可以增大剂量。第二，在生津方面，那么这个党参呢也是能够以气生津，也有一定的直接补这个生津止咳的作用，类似于人参，那么也是比人参作用弱一些，原则上呢也是可以代替使用啊。所以现在比如说国家配的这个中成药，这个参麦口服液啊，那么就是过去的参麦散，就是原方是人参、五味子、美冬这三味药。现在的制剂里面就有两个产品，一个产品是用人参的，一个产品是用党参的。所以在这个商品这种成药当中都注明了这是用人参的参麦口服液，那个是用党参的参麦口服液啊。那么一般来说呢，也是用人参的作用要优于这个用党参的，这是在神经方面。那么党参有一个作用呢，它直接又是个补血药啊，它不但是补气药，而且补血药气血双补啊，可以用于血虚症。对于血虚症呢，它是一个直接的作用，当然也包括了益气生血这个间接的功效啊，这个阳生阴，阴长啊，用补气的药物来促进补血的作用。那么这个党参呢是两者兼有，而人参呢只是益气生血，没有直接的补血作用，所以一般到现在还不认为人参是一个气血双补的药，它基本上是一个补气的药。所以在这一点上是党参有的，而人参没有的。另外在一些扶正驱邪的方当中，比如说这个益气解表扶正的功效啊，这些也可以用党参，那也是不如人参。所以根据前面我们讲的这些内容，那么党参就可以看出它可以代替人参有一定的范围，比如说在补益脾肺之气，在生津，在扶正驱邪这三个方面，补脾肺之气，在生津，在扶正驱邪，基本上可以代替人参，可以加大剂量。但是在益气救脱、安神增智，它代替不了人参啊。但是党参呢，气血双补，所以对血虚症它有直接的作用，这是人参所没有的。那么从这几个方面呢，就可以把它们的异同点啊，这个对比出来。所以这个学了人参，那么也是党参仅仅作为一个对照，所以它相对人参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药物。再下面还有一种参，太子参。这个太子参呢，是一个来源于石竹科的这个异野假樊楼啊，异野假樊楼，这样用的它的这个根啊，块根啊，应该是块根，它拥有膨大的啊，来入药。那么这个药呢，类似于西洋参，气阴双补，
既是一个补气药，又是一个补阴药，但是它的作用非常平和，啊，所以作用不强，所以这个元气虚脱，它根本无能为力，没有这个作用也是。也就是说，在一般的脏腑的气阴两伤，尤其是在这个肺，啊，比较常见，心，啊，那么脾也可以用。而这个太子参对肾的作用也是不太明显，所以主要是在我们书上这三脏肺心啊，肺心为主，包括了脾气阴两伤的情况下，由于它非常平淡，所以这个苦味呢也是唯有一点偏于清泻的，所以有的书也是写的为寒啊，写平性，它是平而文为偏寒的，所以它类似于西洋参，那在性能和功用方面，尤其是气阴双补，既是补气药又是补阴药，但是作用非常平和，所以它主要适合于儿童，儿童这种滋阴滋阳之体，用不着用这个作用很强的，那么尤其是这个药它不作用在肾啊，那么人参西洋参都有可能作用在肾，有可能比如说造成性早熟这一类的潜在的这种不良反应，那么这太子参没有，就由于它有这样的特征，儿童不需要用作用很强的，尤其是能作用于肾的这个补气药，那么太子参呢就没有，刚好就符合这个儿科的这种生理病理的一些特点或用药的一些要求，所以这个药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太子参，这太子就是指儿童的意思，儿童最为适合，所以在有的书上呢，这个太子参又叫孩儿参或者童参，儿童的童，那都是一个意思，都是说明这个药呢儿童比较多用，比较适合，但是呢不能因此而产生误解，好像这个药一定只适用于儿童，那么成人这个肺心脾的气阴两伤如果不是很重啊，不需要菌补，那么这个太子参也是很常用的药啊。有的时候呢加大它的剂量，比如说我们书上用量可以用到30克，有的人呢超过30克的处方里面，其实它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补脏腑之气的作用啊，所以它不完全是这个儿童使用的，成人照样可以使用。那么这个党参和太子参呢也是后世呢才使用的，那么这个党参也是征兵的本草备药，也是这个清代的中期了几乎才开始，那么这个太子参呢是现代才开始使用，所以也不应该列入这个十八寒的内容，所以我们这书上呢也是没有这方面的啊这个要求。补充说明的一点呢，就是太子参在清代的本草和我们当代的本草呢是同名异物，比如说清代在这个本草丛新本草纲目拾遗这些书里面都提到了太子参的名称，那里面的太子参呢指的就是人参啊，人参的比较幼的这种根，比如说刚刚生长一年或者一到两年，比如说有的是尤其是原生在栽种的时候，那么那个植株过密了，它生长不好，那么中途呢要把它中间呢要把它拔掉一些，让它能够充分的那个光照啊，所以让这个参能够长得比较好啊，就是一般所说的云苗的过程，把长得比较密的地方把它拔掉一些，这种幼嫩的人参呢当时叫做太子参，那么作用呢它和人参是一样的，但是也是比较缓和而已，那么因为当时还没有使用这个十足科的太子参，所以这个古方里面的太子参和我们现代这个方剂这个处方里面书写的太子参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常识性的了解。前面呢这个就是四种参啊，这四种参是以人参为主要啊，主要下面呢我们再介绍一个药啊，这个黄芪，这个是一个豆科植物啊，蒙古黄芪或者这个摩夹黄芪等用的它的根啊，这就是入药的部分，根切片了以后黄白黄白的，这个黄就是这个根的颜色，
它的表皮或者切片以后呢，它都有淡淡的黄色，啊，这是根据颜色来命名。荠，本身黄芪的荠的本字，在古代本草里面呢，是一个老字，老师的老，下面一个日字啊，太阳这个日啊，这个荠呢，就有年长的意思啊。比如说一群老年人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可以把它称为荠年之人啊，就是最年长者。那么也可能是古代，就是秦汉时期，当时认为黄芪呢是补气药当中可能认为作用最好的，可能认为它还在人参之上，所以有的就提出它补气第一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是补气药当中的老大，所以有那个黄芪，就有那个芪字。那么后来呢，便于书写，就改了现在这个芪，它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在查阅一些古代文献上，很多书上还是写的它原来那个本字啊，就是那个芪年那个芪，这是在名称上注意一点。这个黄芪作为一个补气药，那么它主要也是在脾肺两脏啊。那么它首先能够补脾气，所以我们书上的这个功效，补脾肺气，首先包括了补脾气，所以它可以用于一般的脾气虚。那么在概述当中呢，我们就说了这个脾气虚，脾主要是主运化的啊，脾能够生清的，那么脾能统血的，那么脾气虚呢，它可以表现为这个运化功能降低，那么出现了这个拉屎不佳啊，消化力降低啊，脘腹满闷啊，倦怠乏力啊，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症状，也可以脾气虚呢，这个造成了这个水湿内停啊，出现了痰饮、水肿、小便不利啊，或者泄泻啊，这个大便稀溏啊，这样的水湿内盛的脾虚生实的症状。那么脾不能生清，就可能出现中气下陷，也叫做脾虚气陷。那么脾气虚了，可能出现脾不统血。那么这些呢，其实黄芪基本上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可以使用的，这个和人参呢大同小异啊，配伍的原则药物也是基本一样啊。这个呢就是可以对照到人参和概述当中讲的内容。那么黄芪作为一个补脾气的药，它最大的特长就是既能补脾气，又能生举脾胃清阳之气啊，能够生阳举陷。所以在脾气虚当中兼有中气下陷或者脾虚下陷，这个黄芪就比人参更为常用，更为重要。那么这个脾虚气陷呢，常常患者呢下腹部有一个下坠感啊，老是觉得重坠啊，不舒服。更主要的呢，可以出现一些这个脏器下垂，它身举无力，比如出现胃下垂、脱肛，就是肛直肠脱出于肛门之外啊，子宫脱垂啊，这个子宫呢可以从这个阴道口这个露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脏器下垂啊。最典有名的代表方剂呢，就是补中益气汤啊。补中益气汤里面虽然也有人参这一类的补脾气的药，但是以黄芪为君药，那么主要就是使用的黄芪的这一个特征，在补脾气的药当中，它有常于生举脾阳啊，生举脾胃清阳之气。那么常常呢，就配伍我们解表药当中学的这个柴胡生马啊，这样的一些药啊。如果说这个脾不生清，表现出来的是泄泻，那也可以配伍葛根，因为葛根呢本身有一定的止泻的作用，它常于生阳止泻啊，所以这是在补脾气方面，黄芪大家首先要牢牢的记住的一个特征，就是兼有生阳举陷啊，既能补脾气，又能生举脾胃清阳之气啊，这一点。另外呢，黄芪又是一个补肺气的药，所以一般的肺气虚，我们前面说了，肺主呼吸，肺主声音啊。那么肺气虚呢，往往呼吸比较微弱，声音比较低微，那么这些呢黄芪也是可以用的。但是一般的这个肺气虚出现了久咳虚喘、呼吸无力，那么黄芪呢不如人参，所以在
用于一般的这种肺气虚当中呢，人参使用率比黄芪高得多，而且临床的疗效也要好一些。但是因为这个肺气虚而不能很好的宣发胃气啊，那么这个胃气是来源于中焦，也是来源于水谷的精微，它来源于里面比较彪悍的之气，所以阳的那一部分要靠肺气的宣发，它循行于全身，尤其门外，那么尤其是能够充养这个胃分。那么我们在内经里面呢，就有这个胃分呢，它是温肺肉肥腠理啊，这个是开火的，用现在的术语来表述呢，那么胃气一个呢就有温养这个肌肤，使这个比较温虚比较有光泽啊，毛发呢也比较这个圆润啊，这样的一些现象。另外呢，使机体呢保持这应有的对外邪的抵抗力啊，使这个正气比较健旺，能够御血，不容易轻易的感受外邪。另外就是湿开火，不至于出汗太多，引起这个自汗，那么也可能不因为这个瘀闭而不能出汗啊，它是两个方面都可能调节。那么主要是通过胃气的这个基本的生理功能。那么这个黄芪呢，它通过补肺气，它又能够这个促进这个胃气的宣发到肌表，来更好的温养肌肤，抵御外邪啊，和湿开火，调节这个汗液的多少。那么如果在这方面出现了异常，那么黄芪就优于了人参，所以它不但能够补肺气，还能益胃固表，使这个在体表的这个胃气更加强盛啊，尤其是对于容易感受外邪的啊，体虚容易外感，这个往往不但是这个脾肺气虚，而且有胃气也虚，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黄芪比人参重要，最有名的玉屏风散，那么今后大家要学啊，那么和黄蜂、白术配伍在一起，这个可以增强对外邪的这个御邪的能力啊。有的经常感冒的，现在常常比如说治疗一些过敏性鼻炎，稍稍有一点风吹，马上这个分体不断啊，那么流清涕，那么也是认为感受了风邪，胃外不顾啊，也是常常用这个玉屏风散啊。另外呢，如果是这个肌表不顾，自汗不止啊，这个气虚的自汗，那么这个黄芪呢，经常作为一个这个补胃气啊，又来固肌表的，也是在方当中作为主要。这个玉屏风散也可以用，当然它也可以这个与其他的固表止汗的药啊，比如说这个当归六黄汤，那里面重用黄芪，也是用它来固表止汗啊。所以这个是在补肺气的药当中呢，它有那个益胃固表啊。抓住这两个很重要的特征，那么另外的功效呢，一个利尿，那利尿呢主要是益气利尿，是吧？主要是用于这个气虚啊，气虚的水肿，那么脾气虚，这个水液的运化失调，往往也可以形成水肿，所以这个黄芪在临床上治疗的水肿呢，基本上偏于虚症的比较适合啊，尤其是偏有气虚的，当然阳虚的它也可以和温阳的药一起，比如说附子啊、肉桂这些一起配伍也是可以。那么这个湿热的水肿，黄芪是不适合的啊，主要用于虚症。另外这个脱毒生肌，那么这个也是正气亏虚了。黄芪本身是一个补气的药，那么气旺能够生血，所以气血两虚，那么正气不能使这个脓毒外出，所以有的疮痈溃破了以后，那个脓毒长期的不能干净，长期不能干净呢，这个创面就不能愈合，那么通过这个补益气血能够脱毒外出，有利于生机，所以黄芪呢也是比较常用的啊。如果说兼有阳虚的，还可以配伍鹿茸这一类的药，有血虚的还可以配伍当归，所以这个黄芪、当归、鹿茸这一类都是用于这个阳气或者气血虚衰啊，而不利于这个疮痈的邪毒外出和伤口愈合的时候都是常用的。当然如果有毒盛的时候，还可以配伍一点清热解毒的药，这个也是黄芪很特殊的，但是呢它的基本作用呢是和它的补气作用联系在一起的
它是通过补气或者益气生血，而达到了脱毒生肌的这样一个间接的效果，所以它是用于气血亏虚的这个疮疡难溃或者溃后难练。另外呢，黄芪呢，通过它的补气作用呢，前人还认为它能够益气活血，这个气是血液运行的动力，那么气虚当然也容易气滞血瘀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这个因气虚而血滞的，那么黄芪可以达到这个益气活血的效果。所以在治疗一些这个淤血症，比如说风湿痹症或者中风后遗症，那么它不但有这个淤血阻滞，关键呢也有气虚，气推动物力。那么黄芪在一些治疗风湿痹症，尤其中风后遗症，今后的补阳还五汤或者这个三碧汤，这些里面都和这个祛风湿的药或者活血化瘀的药一起，那么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那么它的一个基本作用呢，就是益气活血，另外呢就是益气生血。黄芪虽然不是补血药，没有直接的补血的功效，但是对于血虚症，有的时候以黄芪为主药，比如今后学的当归补血汤，它和补血的当归配伍在一起，黄芪的用量超过当归数倍啊，作为第一位的主要的药物，那么就是取一个这个阳生者阴长，气旺能生血啊。所以黄芪也是功效比较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药。那么在用法里面呢，适当注意一下，就是它生用和米子使用啊。那么米子呢，主要是用来增强它这个补气的作用，多用这个炮制品。如果要用它来利尿，要用它来这种脱毒生肌啊，一般用生的更适合一些。这节课呢讲到这个地方，休息会儿再介绍下面的内容。